function given by power series. OK， 我们这一章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告诉我们，一个 function 可以用 power series 来表示，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告诉大家，你一旦知道这个 function 是什么，你怎么求出来，还没有人告诉你这件事情。只是先前在讲说，假设已经有 power series， 我怎么知道它收敛，对不对？那我们看看能不能在这两者当中找到一个很棒的方式。那这节呢，它有个很重要的一个理论呢，它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uniqueness。 Of a power series representation. OK， 这一节我只用讲了。他告诉我们很重要一些：假设有一个 function f(z) 可以 not be represented by 什么 two different power series with the same center. 这一节我只讲这句话，其他的我让你们自己下去看。就是假设有个 function f(z). 你一旦要确认它收敛的点，你知道它 center 在哪边，然后你对它做个展开来，展开成 power series 的话，它告诉你只有一种方式可以表达它，你不可能找到另外一个 power series， 同样的 center， 那同样可以表达你的这个 function， 你是找不到的，就只有一个。哇，所以这样子呢，就好像我们上一次所学过的，在那个什么 ordinary differential equation 里面。 在 linear 的 differential equation 里面，它的解就只有一个，管你怎么找，找到了那个就是你的解了。那这个就是一个很棒的一个 idea。OK， 它上面有两个理论，请大家回家自己看。那我们紧接着呢，有了这个之后呢，我们还是要回到刚刚那个问题。我们知道 power series 可以表达一个可解析的函数，像问题是我假设有个已经有个可解析的函数，我怎么知道我 power series 等于什么东西？ 它会变成什么？我想 sin 好了 ，sin 在什么地方有效 ？sin 在所有的 x 都有效啊，对不对？好，叫做0好了，在0点，我 sin x 对0点展开来，哇，这下我头痛了，它可以展开成什么样的样子？我要求展开成 power series， 你怎么知道它可以展开成为什么样子？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介绍一个方法。 Taylor and McLaurin series， 所以呢，你们终于要学到 泰勒展开式。什么叫做泰勒展开式？假设有个 f(z)， 它可以写成呢 n 等于0到无穷大的 a n z 减掉 z 0的 n 次方。好了 ，a n 等于什么？ 假设它是泰勒展开式，它告诉你 a n 一定等于 n 阶乘分之一的 f n 次方微分之后，再把 f 呢摆在0上面，它一定要等于这个样子。这个叫做泰勒展开式，看起来大概看不太懂这是什么意思。尤其这个会等于什么？哎，这个我们不是上一次有教到吗？ 一个函数的微分，在那个点的微分，它是不是等于什么？记不记得 ，f n z 0我们可以写成什么样？2派 i 分之 n 的阶乘 f z z 减掉 z 0的 n 加1次方 d z n 等于1 2记得这个式子吗？ 假设已经忘掉了
赶快拿我发下去的那一张笔记上来看一下，上面呢有讲到这件事情。OK， 所以这样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AN 会等于什么 ？n 次方阶乘跟 n 次方刚好互相杀掉，二派 i 分之一的这个积分。为了避免符号啊，大家重复啊，所以我用个 z star。OK， 它就可以写成这个样。啊，写完之后还是不太有感觉，没关系，我们再来背另外一个形式。我们来背另外一个形式哦。这个形式呢，我们常常就会用到。好，我们来看看一下好不好？ Taylor series， 假设一个函数 fz， 它可以写成什么样？ f 在 z0 再加上一的阶乘分之 f 的一次方微分，最后放 z 用 z0 取代，后面乘上 z 减到 z0 的一次方，再加上二阶乘分之 f 的两次方微分，再把 z 放在 z0 乘上 z 减到 z0 的平方，一路下去到第 n 项 n 阶乘分之一的 f 的 n 次方微分，把 z 放在 z 0 z 再减掉 z 0的 n 次方，再一路加下去，这个叫做泰勒展开式，请你把它背起来。 OK， 请你把它背起来。好，什么叫做 Maclaurin series 呢？很简单，当 z 0等于0的时候，fz， 你把它在 z 0等于0的这一点展开来，它就会等于一的阶乘分之 f 一次方微分 f 0乘上 z 的一次方，再加上二阶乘 f 的两次方微分，把 z 放成 z 0再加上 z 的平方，一路下来，一直到 n 的阶乘分之一。f 的 n 次方微分，把 z 放成 z 0的 z 的 n 次方，再一路下去。OK， 这种的形式 ，OK， 我们就这样子称呼它。到这边有没有问题？好，我们现在要来讲泰勒的理论了 ，OK？ 泰勒 theories。现在只是告诉你它可以这样子，还没告诉你为什么这样子最好，还没有告诉你为什么这样最好。那我们会慢慢的告诉大家，我看看，这样好了，我们先看看几个例子，然后我们再看大家的精神状况，看看要不要来证明。OK， 要不然呢，你就先把它记起来。但是有几个例子呢，很重要的是，我们大家可以来了解它到底会变成什么。好。我们来看看哦，请问一下，请求 Maclaurin series， 因为它是对零展开来嘛，告诉我 sin z 会变成什么？你要是用 Maclaurin 展开来 ，z 放零 ，sin 的零次方等于一，加上第一项。一的阶乘分之一，一分之一 ，sin 的一次方微分 ，sin z 变 cos z， 然后放零又是一，对不对？然后再乘上 z 的一次方，再加上二阶乘分之一，二分之一 ，sin 的两次方微分 ，sin 微分变 cos，cos 微分变负 sin， 变成负的 sin。的零，那还是零啊，负的零还是零啊，乘上 z 的平方，再来三阶乘，哦，这个是 n， 再来就是三个阶乘六分之一，
这本来是负 cos， 不负 sin， 再微分下去就变成负 cos， 负 cos 零就变成负一，乘上自己的三次方。你发觉一件事情很好玩哦 ，sin 怎么样？只有奇数项一加上二分之一啊，抱歉，一加上 z 加上减掉六分之一 z 的三次方，而且呢，它这个式子是一正一负，一正一负，只有奇数。OK， 那再来呢？四次方也等于零啊，再就五次方 z 的五次方，前面乘上一个奇数。你记不记得 sin 是奇函数还是偶函数？奇函数。奇函数允许有平方项出现吗？不允许。哦，对 ，sin 零等于零，对 ，sorry， 谢谢。sin 零等于零，我把它想成 cos， 它只有奇的这个出现，奇函数出现。哎，果真，那 cos 就是偶函数，就只有偶数会出现吗？我们看看。cos 零等于一，再加上第一项一的阶乘分之一，乘上 cos 的一次方微分，变成负 sin， 负 sin 零就等于零了，对不对？再乘上 z 的一次方 z， 再加上二阶乘二分之一 f 的两次方微分，这边是负 sin。再来是负的 cos 变成负一，再去乘上 z 的平方，一直下来，你看它变成什么？一，这个是零啊，加减掉二分之一 z 的平方，再来呢会某个系数乘上 z 的四次方，一路下来，你看果真 cos 是什么？偶函数。All right。这样子你就可以知道它的状况怎么样展开来了。那我要是问大家，这个泰勒展开式啊，有几个怎么展开呢？你们会不会？请你告诉我 ，exponential z 怎么展开来 ？log z 怎么展开来？你们会不会做了？应该会的嘛，对不对？直接就把它展开来就是了。OK，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哦，一减掉 z 怎么展开来？展开来之后，请你们做这一题：一减掉 z 怎么展开来？展开来之后，它的收敛范围在哪边？OK， 请大家回家做一下，这三题通通做一下。那这个会了，一减到 z 平方呢？那要怎么弄？简单啊，我把它看作一减掉。哦，抱歉，一加上 z 平方，我把它看到一减掉负 z 平方，里面这个当做一个变数，我来对它展开来，不就可以套用上面的结果吗？对不对？请大家回家做一下，因为这些都是作业，啊，但都是例题，所以请大家呢先看着这个，不要抄课本，抄了就没有意义了，知道吗？我让你自己 run 看，玩一下，记住哦，这个泰勒展开式他们跟着你一辈子的哦。它会跟着你一辈子的，尤其这个形式，这个形式会跟着你一辈子。为什么对我们很重要呢？我们要是仔细来看这个地方，仔细来看这个地方，这个东西呢比较复杂。OK， 这个东西比较复杂，我来讲这边好了。这个的解呢只有一个，它会等于 summation zn 次方，它就变成这个样子，它就会变成怎么样，一加上 z 再加上 z 平方再加上 z 三次方，这样一路下去。
你直接展开的式就变成这样子，紧接着你要判断它的收，它的收敛范围，你才能够做。在这个状况下面，常常我们要解这个类似这种形式的时候，我们都没办法解，因为太复杂了。比如说你要做个积分，哇，有的东西复杂到你都没有办法，那这时候怎么办呢？我们就对它展开来，展开我们发觉这个 z 一定要小于一，所以后面越来越小，后面越来越小。那假设我只取前面一个、两个，后面通通把它忽略掉。比如说我这个 z 就够小了，已经很小了。比如说 0.1 好了，那你告诉我 0.1 的平方是什么？ 0.01 啊。那 0.1 的三次方呢？ 0.001 啊。哦，拜托啊，这已经好小了，因为前面是一耶。一加上 0.1 就是 1.1 啊，纵使你的误差度是 0.01， 那也不过1%嘛。假设你接受误差度1%，那我用前面一加上 z 来代表就好啊。那这样我整个计算就变成很简单，我不要计算这个，我计算这个。那这个时候我就写个近似于前面这两个。啊，你说不够不够，要精确一点，可以，我可以保留到这一项，后面就不要了。那我整个计算就会简化很多。OK， 各位啊，你要是，我不晓得你们电磁学碰到了没？你们应该有一些积分呢，很难算。啊，你们助教应该在研究所碰很多，对不对？他要做个积分很难的，不然就非常非常非常靠近。比如说你求个 dipole 外围的电位，哇，这一块钱列起来已经快要昏倒了。那近一点怎么求？很远很远怎么求？我发觉很远很远很远的时候，可以经过一个变化呢，让它变成这个样子一个式子。然后我就不需要每一项都算了，我只算其中一项就好，那就非常棒。OK， 还有哦，这个展开了之后变成什么？请大家回家做做看。还有一个，这几题都请你做做看。我希望你做的时候是不看课本的 ，All right， 直接把它做下来。这样子好了，为了让我们助教轻松一点哈。Homework， 1、7、12，这三题教就好了，上面这些你自己练习，好不好？我希望你真正的好好练习，记住哦，这个根本就不要动脑筋，只要把公式背起来照算，它就跑出来了。先练习好，以后碰到用的时候你就不会害怕了。Section 15.4。OK， 有没有问题？